大家好，我是老干爹战队的姚。那么首先，是一名来自网友的提问，叫做 Carlos 啊，他想问，当 Zenith 战队的第二场比赛中选择了 TA 和鱼人这两名英雄之后，老干爹是如何应对的呢？他们选择了 TA 和鱼人，就是一个前期压制和 gank 非常强的，然后我们就是尽量多抱团，然后少出现失误，然后多蹲大哥熊德发育，然后因为我们也是天灾，还有 boss 的优势，然后尽量少出现失误吧。好，那么我们也是知道对手在第二场比赛中选择几乎是一个纯物理合，但是老干爹的话这边有比较多的法系英雄，可是，在比赛过程中并没有看到选择出比较多的推推以及绿罩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前面我们酱油法师的经济就是比较落后，所以推推和绿杖都补得比较慢。但是后到了中后期，火女和巨鹿都出了绿杖，然后推推棒也有了，所以也就是越往后打，等我们这些逃生道具出来以后，他们的侵略性就要弱很多。好，那么还有一个网友想要提问，你觉得现在谁能够终结老干爹战队？就是我们就是永远对下一个对手保持警惕吧。然后接下来比赛也是胜者组决赛，然后我觉得最艰难的战役应该就是会在下一场，不论是老对手 IG 还是现在剩下的唯一一支欧美队 Navi，然后都是很强劲的对手。我觉得我们还是保持一个挑战的姿态。好，那么再次恭喜老干爹和姚，那感谢姚的采访。All right, then there you go. Could not collect telephones and an alternative internet. Brilliant. That's what I read as well. I'm just making sure that they're playing the same game everybody else is. This is Dota 2, correct? Well, either I mean, they're way, really good. I'm sure everyone in China really enjoyed that interview, maybe as much as we did. So, okay, you didn't think.